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影片。我今天我要拍一款小游戏，名字叫《弓箭大作战》。我们现在先来离线练习先，等下在线上大乱斗。这一款游戏是可以选这些技能的，然后和敌人对打。也有一些特别的，耶！赢了，继续。也不一样。尾刀。一直都收不到，继续。Yes。继续。继续打。现在我的离线练习的排数是第三，继续打，哎，打赢了，奇奇怪怪的打赢，管他。是啊，才不要！现在我们在玩到最后一场，现在是用打有近战和远战的。速度现在变得很快，打掉它！继续，哎呦！一模一样，一起杀死。现在我们来玩，是和真正的玩家对战的，在线大乱斗开始，好慢。快点走路，不然等一下我又要死了。线上大乱斗，他的，吓死了！左，他的左上角我是有血，他的右。
我所在的地方的。有些是宝箱的，它会有几率，它会出来了，出现那些宝箱。我觉得应该是说礼物盒。刚刚有一个大大的走过，赶快走。就是这个。是啊，这些游戏真的很难玩。继续做忍者，现在我是他的右上角是写他的名次，我现在我的名次是第五名，好烂。这一场好像很少人罢了。你这个魔爱了，不懂。这里有礼物，去拿。这些尖刺的东西，如果被刺到的话，那会受伤。你们现在我第三名。跟跟有一个大大，这个嘛，可以感应到那些宝箱的位置。现在我是第四名。这支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，如果喜欢这个影片，记得订阅和按赞，记得分享和留言给其他人看。大家拜拜。